到老师跟我们预告下周各星座的整体运势。老师，大家可以参考自己星盘当中的太阳跟上升星座，像冰冰姐就可以参考金牛座跟摩羯座这两个星座。好，我们先来看两颗星的星座呢，有这个双子座的朋友想要休息哈，沉淀一下，可能对于未来呢是有一些想法，但是呢目前还在这种摸索当中，所以觉得这个不像过去一样那么的想要跟大家这种互动密切，想要自己好好的独处一下，好好的规划未来。还有两颗星的星座有狮子座的朋友哈，可能这个未来目标还在探索，就是可能这个公司上面有一些未来的政策需要我们去想看看怎么样的配合，怎么样的调整，还在这种探索的阶段。还有呢，水瓶座的朋友们哈，未来一周呢是这个背后重伤，百口莫辩哈，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公司上面的同事在背后呢，可能是因为嫉妒你，或者是某些原因哈，对你有一些流言蜚语，但是你又找不到一个确切的这个机会去澄清哈，有一点这种百口莫辩的状况。那我们来看三颗星的星座呢，首先双鱼座的朋友们哈，我们说这个表现亮眼，惹人妒忌，好，这可能是工作上，也可能是感情方面，其实在未来一周呢都会非常的顺畅哈，好像我们说常常在网络上面晒恩爱，有一点这种惹人妒忌的这种情况展现。还有呢，天秤座的朋友们人际互动有些争执，哎呦，可能跟家人之间或者是这种朋友之间会有一些意见上的不合，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表达出自己的意见想法，不要带有这种情绪性的这种言辞，其实就可以避免这些纷争了。好，接下来呢，射手座的朋友们资金调度有些压力哈，可能这个想要去做一些理财投资规划，但是这个杠杆拉得比较高一点，有一些这种资金方面的压力。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四颗星的星座，要恭喜这个金牛座的朋友，事业前途一片荣景哈。未来一周呢，这个其实有非常好的机会，是真的让大家看见我们的真正的这个事业上的这种光芒跟才华哈，是非常的这个恭喜金牛座的朋友们。还有呢，处女座的朋友们要恭喜，可以这个度假旅行放松身心哈。如果有机会这个去规划一个短程的或是长途的这个旅行的话，都可以好好让自己得到一个心灵上的沉淀跟放松。还有呢，我们要恭喜巨蟹座的朋友，位高权重，责任增加。好，虽然巨蟹座的朋友在未来一直会感觉到有点心灵层面的这种压力，但是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职位有升迁，或者是事业版图有扩大，所以这个责任会更重大了。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五颗星的星座。首先呢，我们要恭喜牡羊座的朋友们，大宴小酌，广结善缘，有很多这种聚餐的机会。在这些聚餐当中呢，除了体重的增加之外，也能够认识很多新的朋友哈，有一些新的这种人际互动上面的这种善缘的增加。接下来我们要恭喜天蝎座的朋友，工作表现势如破竹哈，在这个工作上可能同事都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忙，老板也会给我们肯定，这个表现也是非常的棒的。接着呢，最后我们要恭喜摩羯座的朋友，好，投资获利，口袋满满哈，未来一周呢过去的这种长期的投资都能够预期在未来一周得到确实的这种获利。我们来看加码的部分，工作最旺的是天蝎座，感情最旺的是牡羊座，好，财运最旺的是摩羯座，提供给大家参考。